你怎么还敢往这儿来？我这么想你，有什么地方是我不敢去的？你要是真想我，就赶紧想办法把我接到你府上去。成天住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啊？你再稍等等，容我安排一下。再说了，你住在王将军府，至少不会遭人陷害。毕竟，他是你父亲的故交。可是，要是再被人看见怎么办？上次被那塞扁鹊看见，费了多大劲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 我是成大事者，所以在这种小事上，就只能先委屈你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定不负你。是是是，我是小事儿，就你的菱花公主是大事。这好端端的，夏迎春，怎么又吃起醋来了？什么好消息？你的那个死对头钟离春重伤不起，眼下。 正是我们最好的时机。这个消息确切吗？千真万确。我要去找一趟菱花公主。迎春，你找她做什么呀？将军不用费心啦。